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收播后，还是有许多粉丝难忘剧中爱得死去活来的杨幂与赵又廷。杨幂近日受邀出席纽约时装周，在现场巧遇赵又廷，两人一见面更拍起照叙叙旧。杨幂也在文中写下：“阿华华，好久不见啦。”不过在这张照片背后，可是闹了不少笑话。